台湾近年来由于空污问题严重，大部分的民众都选择紧闭门窗，但根据日本调查研究，在室内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室内空间病毒、甲醛、VOC 等浓度升高，进而提升风险。在这两难的情况下，民众又该如何面对现在的窘境？目前有业者引进荷兰原装防霾纱窗，可以让民众放心打开窗户，又能避免户外的 PM2.5、二手烟等污染病菌进到室内。纱窗不仅通过欧盟认证，专利的静电效果有效阻隔脏空气，减少过敏问题，让你不再怕开窗，为居家打造健康环境。当初我从成大的医学材料的研究所毕业，其实也跟我的同侪一样，进入到科技业，当大家所谓的百万年薪的工程师。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之后，我的家人大概有六个左右，他们都是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却相继罹癌。所以我去全世界各地专门在做防 PM2.5 这种滤网的工厂，一个一个去调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片滤网是可以装在我们家的纱窗框上面，这样子我家人在打开窗户的时候，外面的空气流进来的同时，我已经利用我纱窗上面的这一片滤网先经过一个初步的过滤。 Poltex 普特斯防霾透气纱网主要的功能是利用静电原理阻隔空气中的细小悬浮微粒，同时维持纱网通风以及透视的特性，利用致密的网格编织捕捉大粒径的微尘。每一根纱线制作过程，纱线纤维会融入荷兰原厂专利的永久静电配方，利用静电原理吸附或排斥质量较轻的悬浮微粒。利用专利静电技术，让防霾纱网能隔绝空气中大部分的微尘颗粒，通过多项国际认证，为您带来室内清净的空气品质，减少过敏发生。我们的认证是全世界最齐全的，有包含这个原厂的，还有这一个特别要提到 SGS 的认证是它的耐候性，那还有就是台湾的交通大学 PM2.5 测试，以及我们欧盟过敏基金会有这个 ECAF 的标章是最重要的。有效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对于我们的健康是相互连结的。不过，目前台湾对防霾纱窗普遍认知不足，又该如何挑选？我建议啊，在挑选防霾纱窗的时候，有几个重点一定要特别去注意。第一个是它的产地及来源，每个品牌啊都应该要去明确标示说自己的制造厂以及生产的国家。像我们的产品，我们很明确，我们就是荷兰制造原装进口的产品，它的原料、它的加工过程是安全的，这样我们在使用下才会比较放心，没有健康的疑虑。第二个是功能性认证的部分，我们的品牌有得到欧盟、德国、台湾等地的测试报告，而且我们还有得到欧盟的抗过敏认证，是唯一一个有得到欧盟抗过敏认证的防霾纱窗。我们希望消费者在选购防霾纱窗的时候，在这几个重点的部分必须特别去注意。如果您想要选择到真正有效的 Poltex 静电滤网，我们荷兰原厂在生产 Poltex 的时候，我们的包装上一定会贴有防伪标章，上面印有 Poltex 以及它的序号。除了产品的多项把关之外，在服务上更是要求每个员工要把客户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来呵护，并在防疫期间紧盯每个细节，给予最优质的服务品质。我们的服务是我们最要求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会拿出我们该有的服务精神。我们会先了解客户的性格，给予适当的一些服务品质。最后啊，我们都会仔细的清洁和消毒每一片纱窗，做到防疫零死角。因此啊，我们获得更多客户的肯定。你们看我背景多好看，是山靠山，因为我有小孩，我想说给小孩有一个就是新鲜好，就呼吸好空气，但是我却搬到这边没有办法打开窗户，为什么？因为是靠山有关，因为很多很多蚊虫粘在我们的纱窗上。然后呢，我找到了普特斯防霾纱窗呢，
它完全是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哦，因为现在是疫情嘛，所以大家从门进来的时候，让我们他们的体温还有口罩，就是所有的就是要就是清洁的部分非常做得好。然后呢，现在呢，因为我一直都在坐在这边就是建工，但是完全是好像是他们有在施工吗？完全是没有感觉哎，完全是太安静了。然后就是觉得啊，很舒适，快快的全部都做好了，就觉得好棒。秉持着初衷经营公司，总经理黄振明也说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是对产品的了解及研究可说是发挥了最大效益，期许未来能让家成为真正的避风港。因为我自己家人以及我本身的健康也不是很好，所以除了保护我的家人以及自身的肺部之外，我希望未来能够安装在每一户家庭的门窗上，让大家免于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降低肺癌的发生率。